叫我去把这递过来喊人家都。人啊，你要有难度，要你不还痛？挖出来，同你两种生面了，咋能敢站起？这头天是忙是恼火，一会儿就落起雨来了，哎呀，回家去了。呀，这一会儿就雨落起了。这雨大得很。哎呀妈呀，你现在回家了啊？咋不现在回家来着？雨了，咋不好看了？哎呀，面倒好吃，这边好远的。你看鸭肉还要等到去洗澡。你跟我说补好几十会儿。啊，都紧嘞。啊，我不紧。你看嘛啊。鸭子硬是恼火，哎，落大雨了，脑壳那揪起啊头。啊，真的。哎，这天什么？我还说给把地瓜喊进去，还没喊完了去喽。这鸭儿，有毛我打死了，鸭儿。哦，你还把鸭儿打死喽？那昨天放下枕头干嘛去了？在换骨头。一会儿落雨，一会儿就不落，早点不要落了，他因为有我给侬放这个，干不着火炉。来来，你放。给侬放个。这那天这猪皮是扒好了的，这皮子都是些弄的。你睡了有时候喽？挂着嘛。你这，你这乖呀，把这。嘿嘿，我弄点花园给你吃。好了好。看到嘛，你第一你看到别眨眼，你好。
哇，要得喽，巴适得很。这猪皮，你好好去猪鱼包那个操心。嗯，真的好。什么？嗯。吃了美容养颜的。哦，那是不是那猪尾巴了嘛？嗯，猪尾巴。嗯。吃了多少的了？嗯。吃了微微的，好吃。